OK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大炮啊。今天的话，给兄弟们继续解说，对吧？书接上集，继续解说我们雪山环工三局两胜的第二把比赛。第二把比赛的话，小丸那边的话是拿到了一个伊索，好吧，拿到了一个法系的一个伊索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啊，我觉得天宫拿到法系伊索的话，这个比赛的话基本上就是很稳很稳，因为。观战番的话就是没有出宝宝的机会了，24回合之后，对吧？如果说宝宝一旦被清飞掉人物，就是如果说人物的气血啊，大概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时候啊，对面直接一把天雷因果可以结束比赛，这一把比赛就他妈四回合嘛，还好宝宝就出来了，黑叔顶个药，我还以为比赛就四回合呢。 OK， 这个时候对面特别赚啊。OK， 比赛五回合六回合，好吧，那我们第二把比赛跟第三把比赛一起解说，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一把比赛好不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比赛的话，表弟的话比赛的第三把小丸那边的话还是拿了个伊索，两边的话都是公宝宝开啊，观战番的话清三叠清对面的一个公宝宝，善恶有报这种东西不太稳定你懂吧。OK， 那对面的话，宝宝如果说再一把神佑的话，表弟这边的话会有点难过啊。如果对面宝宝有一把神佑的话，表弟这边的话有点头有点晕。我们来看一下魔焰滔天 ，OK， 直接打人，没有选择新宝宝。怎么感觉表弟没有拿到医术，感觉都不怎么想打 PK 的那个感觉啊。比赛的话第五回合，对面的话起盾，哎，这一把表弟的话应该是个全魔的属性啊，可以看得出来比赛的第三把跟第一把的话就完全是两个感觉啊，就观战番的法术伤害会高很多。 OK， 对面的话应该也是要出配速啊，以我对小丸的一个了解来说的话，肯定是出那种高级毒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宝的话是不是有高级毒啊？应该不至于出公宝宝吧？出公宝宝感觉有点扛不住啊！比赛的话第八回合，天宫门派技能的话有那个加血的那个感觉，天宫的血好多啊！摇头摆尾。观战番的话还是摇头摆尾的那个气脉啊。对面的话我觉得跟法系打 PK 的话，如果说这个宝宝的话不是一个公宝的话，应该出隐身配速会比较好一点啊。可以看得到啊，这一把的属性的话，对面取秒法术暴击才2800点血，第一把把观战番的话体魔加点的一个属性，一把法术暴击暴观战番暴6000，看见没有。比赛的话11回合，水攻想驱散对面的一个灵动，哇，电4800，就这个局面啊！对面如果是3000的话，下一回合的话，比赛直接结束掉了，好吧？对面猪宝宝，对面的宝宝怎么都没有隐身啊？应该是个法术繁育吧，这个宝宝。秦三叠，这边还是个公宝宝啊，应该是个力劈嘛，还是个什么宝宝啊 ？OK， 对面这个时候出了一个法术繁育的小鸟，一只鸟从45级，这个雷鸟人好像是45级带的宝宝吧，45级带到了175级，三合画卷还会变身，看见没有？比赛的话17回合，两边都是配速，17回合两边都是配速的情况下面，那表弟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摇头摆尾，如果说每一回合都可以连续触发法术连击两次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。如果说运气不好的话就没有机会，观战番得
宝宝，对吧？驱散对面的一个天神护体，然后的话摇头摆尾，得每一回合都最起码得触发两次，不触发两次的话，这个灾害的话，对吧？观战番的话比对面差不多多用三个药，这个药品的话有点补不回来。看一下宝宝能不能神啊？这个宝宝神一把也很关键啊。OK， 这个时候宝宝千万不要等到二十四回合的时候飞啊，二十三回合的时候的飞，对面正好三点零元啊，这个时间节点很关键啊。而且表弟这边没有什么药了，你看见没有？给人物顶血，宝宝神不神？宝宝没有神，表弟这个时候只有七个药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时候看一下表弟怎么选择了，再出一把杀人力劈，摇头摆尾，飞沙走私。对面宝宝也没神，两边的话同时出宝宝，对吧？表弟出小孩。精灵激发小孩的话是医术啊，人物倒地之后的话小孩是拉不起自己啊。比赛的二十四回合两边的话都有三点零元，观战番的话是肯定是要先丢炉子的，对面的话清掉宝宝之后的话会接天雷因果，所以说表弟这个小孩能不能神一把的话很关键，就看表弟小孩能不能神一把。能神一把的话有局，那三局两胜的话能赢两把的话，那确实是有东西啊。对面起盾了， OK， 观战番的话先丢炉子，因为魔丸寨的这个法宝是慢慢的打，就等于说是一个宙斯普陀的那个紧箍咒。对面的话起天神，两边的话药品差距不是特别大呀，这一次比赛的话就差了两个药而已，这个炉子的话完完全全可以把这两个药的这个差距啊给拉回来，就看这个小孩下一回合神不神了，不神的话对面医术直接接天雷因果了。飞沙走私宝宝没有神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回合对面是直接电呢，如果我是对面的话直接电了，我不管了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没搏起老婆变。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电不电啊？对面没有选择电，选择还是稳一些，先出了个配速。下一回合二十九合表弟宝宝神不神很关键，宝宝一旦不神比赛结束了。兄弟们，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二十九回合，比赛的二十九回合对面电，表弟宝宝没有神，三十回合天雷因果比赛结束，表弟没有直接换宝宝，你看见没有？那比赛没了呀，兄弟们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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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不没了，兄弟，他直接换宝宝的话还有点机会，你看没有？这没办法的，兄弟们，好吧，三局两胜，输一把，输两把赢一把还行，好吧，咱们下集再见，兄弟们。